师兄，你还敢拦我？若是走了，便回不了头了。你没资格拦我。后知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一时心软放过你，害得石下枉死。 真实的触感，傅豪家的酒果然不一般。莫非他是在梦游？时下，还能说话？万一他清醒过来，我就解释不清了。在我的梦里，还能让你跑了？反正是做梦，百无禁忌。